这个是我的圣教军。我怎么用锤？好吧。这超扯！我原本是想玩那个天堂之怒，喷三道光的，但问题是，我好像没有那武器，所以我不能这样喷。对，我想起来，对我没有那武器，真的超快的哇！耐心一点。哦、oh, ，no， 不要。我原本刷红光真的超难刷的，不见得每次来都会有。那个叫红光吗？就是它会掉那个，它会掉那个以前伤害最好有5000多万。是我看错了，其实才几百万而已，400-500万。刚是我看错了，走眼了，不好意思。怎么会有橘色那个字体？我不是很明白。对，那个我不是很明白。可是我知道他打那个字体出现的话，打很痛。见证萨卡兰姆的力量。很可惜，一直弄不到那个。那时候真的一直弄不到那个可以让我喷三道光的。所有的常理还不行。我刚试了一下哦，那个不行，54层打不赢。那个伤害我看50层应该是 OK。爽啊！赶路就是用这一只就对了。缺点大概就是马会因为那个卡住吧，怎么讲？我以前不是想弄这个装，我以前想弄一个盾牌，就是他用那个爆破的时候，有一个小小圆圈圈，差不多20码吧，在你身体附近，然后他会那个那个盾牌的功能就是会把敌人吸过，然后我一直抽不到，我也弄不到。都屌了，你拿到幻雷之后就跑就好了。哎呦！谢！大秘境如果也可以这样就好。啊，结束了。很帅，真的很帅。我是因为外观才来玩这一支。这个家伙一刀死，哇，真的超帅的，像钢弹一样。这位先生，
我进了批新货，快来瞧一瞧吧。孽通。这一次的塑形就不得了了，基本上他原始的塑形，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差，哦，真的，你随便配你想要的就好了，我是觉得，最主要是他化身的塑形比较好看，他塑形各式盾牌都有，哇 ，fuck， 以前蛮常用这盾牌的，对，以前蛮常用这盾牌的，这个还好，开开的。这个我也蛮喜欢的。嗯？所以我刚刚是用这个吗？啊，没有，这是圆形的。这个看起来还不错，但是实际上拿起来小小一个的。这象牙塔盾嘛，对啊。这个盾牌很久没配了哦。哦，这个屌，这个很好看。怎样斯巴达54不行，真的会很痛苦。哇，那个钱好，钱喷好快。我靠，怪那么硬哦。我刚刚又测试了一下，哦，说真的啦，那个不要说五十四层，啊，不管了，反正都打不赢就对了，对，打不赢，连五十层我都不行，超痛的。可是我怎么觉得他刷那个小秘境好爽？没办法，我的升教镜好像就只有这个配置比较强。它也是一个让我弄到蛮头痛的职业，都是要用抽的，用血缘碎片去抽它的东西才有。我自己弄不到，真的。这些凶恶的怪物在卡基斯坦北部的荒原处，斯托斯德伦边陲地区，耐心一点啊，相当极限，对其他生物极为凶狠残暴。对自己的幼鸟却百般呵护，当天停在鸟巢附近的上空徘徊不行，保护自己，贸然靠近绝对是不智。耐心一点，伤尽邪恶，又是幻雷哦，超爽。走到哪电到哪，欸，为什么我的圣教军他是不是有偏袒啊，就是为什么我圣教军怎么刷他都只给一颗，其他人刷都给两颗的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对吧，应该是打不赢，苦痛45看看，不是秘境45，没有苦痛45的，那太强，完了，我感受到痛苦太多了。其实他的伤害是 OK 的，就是慢了点而已。对，我个人认为就是打慢了，就这样而已，没什么。数字都还好哎，欸。那是6000多万还是600多万？嗯，是我眼瞎了吗？好啦，就算是给你几千万了，打起来我都觉得还好。现在的流派，我看一下人家
人家去讲的，现在不是在打这流派，驻水流啊，不叫流行。刚好他们的身上的配装我一个都没有。他现在那个毒气已经有范围了，以前他还不晓得那范围是打多少。哦，越来越毒了。还不行。如果今天是野蛮人的话，要赶快迅速把他干掉，不然超痛。完了，这地形又很麻烦。没关系，暂时给他速战速决好了。啊，不行，那个我的那个技能要到齐。原本想说瞬间灌水再尬的，就还是被打死。还不行，我必须治疗。哦，真的有难道哦。我需要回去一趟。